今天整个一天一天就是最后对就是放羊嘛，明天他们就是开始抉择。对，那你现在菲菲都已经这么直接表态了，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是想留点时间，因为这话我不是冠冕堂皇啊，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就是很多故事我也不愿意再提起。嗯，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不在乎说是说那一刻要怎么样，但关键是你有没有想好。我也不求你去改变，你也别求我改变，你能不能接受我，你能不能相互理解。我觉得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要为对方改变很多的话，我觉得那个事儿谁都不会舒服。你可能这个点说我压抑下来了，但可能那个点就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关系不能说是别人一求软你就什么都不去谈，而盲从的去说好了好了过去了，这项问题都没有什么解决，可能最后就真的崩盘了。而冰冻三尺非日之寒，对，我也懂，但是昨天真的好感动啊。是啊，我看你哭得稀里哗啦的。对，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沙滩上进帐篷的时候，当时进你那屋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好有气质，好漂亮，又很高，好像直接就跟我说吧，她说我是她前妻，我当时就惊了。但我当时先是惊讶的是，我以为你们就已经能做朋友来，以朋友的这种身份去帮助其他人去解答疑惑了，不至于吧？因为我看的状态，其实你们俩还不是那种这个事情过了很久，双方都很释怀了，能做朋友这样子一个阶段。是。所以我当时是第一震惊，然后还没等我多想，没等我反应过来，他马上立马补了一句说：“我这次来是来求和的。”哇，当时就觉得他帅爆了。而他整个人就是讲这句话的时候云淡风轻，你知道吗？我能想到他那样子。对。而且看到你们两个人站在一起，觉得好搭呀。呀，羊驼。呀，走走走，哎，从这边下了。哇，好可爱。对。可爱。好可爱啊，我都喜欢这个棕色。哎，你不要站到后面吧，定干。我觉得马是不能站后面，咱们站到它前面。它不是马吧？它是羊。它是驼吗？Hello。好可爱。Hello。可以摸吧？我也摸一下。摸到了，好舒服，好软。哇，它这毛好松软。好。